知道了，加了干嘛？聊天呢，不干嘛呀？小旭在热门一真的是很厉害，刚刚找我 PK 的那个，找我 PK 的那个热一耶，他可厉害了，一个新主播都2000多万了，可能他就播了这么十来天吧。他早安生气了。他早安生去小姐姐你好，队长，队长好。那个好的，大家姐姐好喜欢，好吧，喜欢可以点个关注，有小礼物的有币的可以帮主播上那个小礼物，我头发都打湿了呀，我一直在跳啊，我休息一会儿不行吗？休息一会儿，头发都湿了，然后又没有礼物。哎，你说吧，我看我能不能接受。现在去吧，我想一下。哎，算了，继续，放放放放。小礼物帮忙怼一怼，我给大家蹦一蹦好不好？哎，大家蹦一蹦，马上我推荐我也蹦一蹦。
自尊长长长长轮廓着，把爱都走曲折，假装了解是怕真相太赤裸裸，狼狈比失去难受，我怀念的只无话话不说，我怀念的是一起做梦，我怀念的是争吵以后还是想要爱你的冲动，我记得那年生日，也记得那一首歌，记得那片星空，最近的右手，最暖的胸口，谁记得谁忘了。일단 처음에 연습할 때 이 원곡의 가수랑 너무 똑같이 카피를해서 자기 목소리를 좀 냈으면 좋겠다라는 그런 주문을 했었는데, 그래도 많이 오늘은 뻥페이의 목소리가 나온 것 같아요. 자기 목소리가. 그래서 저는 네, 좋았습니다. 谢谢老师。老师说的是自己的风格，我觉得这一点也是很重要的。如果想要往唱歌方面发展的话，是很大的启发。我希望自己能够成为一个有我以后会变得更好，所以会得到大家认可的一个存在。接下来，我们请出下一位竞演练习生，朱希雅，请你登上舞台。外表冷酷，但其实可盐可甜哦。很高兴认识你，我们舞台上见吧。